前几天还有50-60度，今天昨天一下子下雪了。你敢信？我都笑了。哎呀，你说这种下大雪，我们还能干什么？钓鱼呗，对不对？去钓鱼呗，啊，试试看。你说下完雪的天去钓鱼，神经病吧？试试看能不能钓鱼。铲完雪来钓的，现在是刚刚第一个抓，不知道什么情况，试试看。哎，丁总上了，牛逼啊，丁总！哎呦，我才14寸 ，What do you think？ 踢跑了。这还不是 keeper 吗？还真不一定。我想申请这位船员下岸。还下什么岸呢？直接下水的。哎呀，又是一条 tag 的。哦，兄弟们，我又钓到了一条，这个尾巴有 tag 的，就是放的。我得回头。回头得给他，哎呀，回头得给他报到政府上去。两次，那就是说这鱼都会来这游一下，因为上次那条也是 tag 的，也在这钓到的。要看15.9，造孽！是说你这个乌鸦嘴，15.9，你看这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相信我的眼光。哎呀，只要多一寸他都走了。现在明显钓鱼太累，这个躺在那里，等会儿喷鱼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知道了，老婆开。他以后再也没机会睡觉了。见证，见证。这条15.7，这条15.7，见证各种这个，哦，这条16了，各种，这条16，这条15.7，打死你个龟孙儿！这条要不是。这条要不是15.7，啊，我跳下去。你说各种，你说各种这个，他为什么这么准？你看这条是不是15.7？是不是说？哎，见识到我的功力了吧？我靠！走。我就在不停的拉这个。我顺便跟，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。钓这个黑斑的一些基础知识，不然这个视频就太无聊了。我们讲一下黑斑的基础知识。那首先是挂牌线，很多人这个挂牌线，很多人有不一样的看法，但我觉得这么挂是最好的。那个从这个一个 socket。就是我一般都喜欢从那个大的这个 socket 刺进去，然后呢大的 socket 刺进去呢，这个视频朝头朝上一点，大的 socket 刺进去，然后呢从下面这个 socket 这里勾入出来，看到没有？从这个点进去，然后从下面这个刺出来，入出一点点就好，不要入太多啊。从这个大的这个刺进去，从下面小的这个刺出来。然后这是怎么挂盘的线哈，那你如果用rig 就是那个钓组的话就不知道怎么弄，但是呢一般我们都是用这个 tuck jig， 然后呢放下去，刚才那个穿盘线是第一点，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盘线到底了之后啊，尽你所有的
努力，就是你的能力哈，把这个保持在水底，保持在水底不动。比如说涌过来了，比如说有个涌过来了，然后呢涌一般会把船抬起来，然后呢你就把这个杆子往下压一点，就时刻的让那个这个是贴着地面的，然后呢偶尔给它这样提一下，偶尔给它提一下，然后坠到下面，就让它待在那个地板上，不要让它提起来，就是哪怕涌过来了你也不要让它，就是你用手操作让它，你看涌过来我就把这个杆子往下弄，就让这个线一直是有那种紧绷的状态，但是那个这个呢一直是贴着底的。然后呢咬口，这个是第二点了。第三点就是咬口什么时候 set up。 我再换一个新杆。其实很多人就喜欢不停的这个，我觉得不停的这个呢你很容易，当然你如果没有其他鱼在的情况下，没有那种没有 porgy 啊，没有那个 scup 或者是 seabass 在的时候，你爱怎么这个怎么这个，反正里面的鱼就只有那个套套，那你不需要不管它。但一般来说有这两种鱼在的时候啊， seabass porgy 在的时候，你这个越多你越容易被它这两种鱼给抢到，我觉得是。下次我弄一个水下 camera 来看看是不是这个情况。那我们来看看这个什么时候 set up。 你看啊，我现在沉到底，它马上就会有咬口，小的那种咬口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，小的这种一啄一啄，这种呢咬口呢比较急，我们等的是那一下拽下去那一下，因为其实你我提一下 OK， 然后让它再咬，你看这种小咬口，这种小咬口你看这种都不要急了，提的时候它往下拉的时候你再提起来。这条也不够尺寸，不过 anyhow 我的心意表达到了就行。那之前的视频呢，我们之前的视频有谈过那个用这个和 rig 的区别，其实最后结果是其实他们两个你要真说能上鱼的话差不了太多哈。但是如果你跟他如果combine， 如果是结合刚才我说的那两点，一个是沉底，一个是感觉到那个咬口的话，那可能这个会稍微比 rig 好用一些。所以为什么我自己本身都是用这个，我很少用 rig， 因为由于前面刚才说的那两点rig 很难达到。 rig 呢因为比较松，因为你想 rig 上面还拖着另外一条线，它咬口肯定没有这个是这种直线下来的一个比较敏感，所以说呢我个人就因为前面的两点我会更推崇用那个这个。好，那试试这样子。今天的鱼呢是挺多的，所以那个小咬口特别多，等它拽下去，拽下还没拽拽拽吧。就是你先别急着 set up， 但是呢如果你地下下去就非常重的摇杆，那你该 set 就 set。 正常情况下尤其是像今天这种小鱼比例比较多的时候，让它多摇两口，你就等重的那些拉一下那种感觉的时候再提起来，不然你不停的再提，你只是让那个饵啊更变得更散。那上一个视频呢很多人说，哎呀你为什么不用六十磅线，我六十磅线，哎，我一般都是用30磅引线和30磅的主线。这样呢是什么情况，你如果引线太重或者是主线太重，它水流很容易把你的这个给推起来，那这时候你就要选非常重的这个。你选非常重的这个呢，目标又太明显，而且呢，鱼咬到那个特别重的这个的时候，它自己也知道下面有个东西，对吧？就是因为这个本身有个重量吧。你想，你要用50-60磅主线和引线，那你的这个在有 current 的情况下，你还不得用到三到五个盎司？3到5盎司的那个这个得多大呀？对吧？你想，
用五六十磅的那个隐性和 leader 的朋友，为什么 John Skinner 要用十几磅二十磅的线吊这个，然后呢他的这个只有，我看 John Skinner 大部分都是用一盎司到一点五盎司的这个，你想一盎司到一点五盎司的这个，你要想配五六十磅的引线，所以如果你能控制在你的 setup， 能稳稳的把一个一点五盎司的这个沉在水底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，因为你的这个呢，首先不会太重，它又能落到水下，让它粘在那个水那个地板上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。那你现在往上走的话，你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。而且呢，或许有些鱼眼睛比较好吧，我反正不懂。或许有些鱼的眼睛比较好，你那么粗的线，当它瞎吗？有小鱼，我想要不要放一点绳子吧？好吧，看看后面有没有大鱼。那还有一点就是船钓的时候，你停在一个点，然后呢，你发现没什么鱼，不要急着挪船，把线放出去。放一个三五米的线，然后呢说不定就到另外一个坑，或者是往前提三五米就好，先别急着开船，先试试看，然后实在都没有了你再开走啊，不需要急，今天没什么 current， 你可能先放这还要等一会儿，有条你看这刚刚才往下拽对吧，这么久终于上了一条 keeper 吗？哇，终于上了一条 keeper 吗？掉一条，哇，谁要能站到，哇，我靠，最大一条今天最大一条吧？应该是，哇，你看老丁一个手拎不动，行了。哎呀，这条有那个了吧，18、19、20左右吧，应该18、19、20吧。这条今天是最大的，大概目前为止今天是这样，这条应该有20寸了，我都懒得量了，不量了，要把它捋一手回去，让它赶紧回去吧。好，再见啊，走，哎呦，漂亮。我觉得上面挂了一条很大的鱼，我不知道。被我说中，同时出水，哇！double up，、哦、我这条是不是鳕鱼就是 seabass， 我靠，又是一条 keeper tog， 而且现在上来的tog是一条比一条大，对呀、啊，我这边也不停的上大家伙，哎呦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黎明早了。我们今天专门挑我们今天那十条厘米里面都是16、17、16，最大的就是18那条，然后呢现在上的那每条都将近18。今天艾莉来了我们都钓满，今天对啊，啊还得放回去一条，没办法啊，厘米的太早了，导致后面的鱼比我刚才钓的大，但是我们又不是那种对吧搞事的人，厘米就是厘米了，大小无所谓。来了，有咬口了，你看这是小咬口，这拽下去，哇，也是一条 keeper， 如果它是 tautog 的话，如果不是，那可能是一条 seabass keeper。哎，套，那差一点，这条比较壮，所以误判了，但也很接近 keeper 了。哎，这条应该也是差不多回来 keeper。这条被勾过，这条应该是最近被勾过的，已经伤口已经愈合了。你看，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，这嘴巴上有个白色的刮，已经被勾过了啊，运气这么好。走吧，哎呀，我们上岸了，今天丁总拖船我爽，什么事情都不要干啊，今天其实出门的时候是30度出头吧，还下着雪，
那个不是下的雪，下面还积的雪，然后呢去海里面，海里面有55度，然后那个窑口还挺多的，那个可以算是不间断。我们后来提前立庙了，后面呢立庙的都是，前面立庙的大概都是16寸17寸的，后面立庙之后呢来的都是大鱼，17寸打底的，算了，铲子都毁青了，算了。哎，不过先这样，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呢，记得点赞分享还有关注啊，谢谢，拜拜。